好，主席，我今節呢是針對是總目21行政長官辦公室裏面呢關於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酬金的削減呢是以示支持的。但今年呢我睇過一啲修正案的情況呢同往年不同。因為往年呢是有將行政會議全年預算開支削減，例如削減到1000元。但今年呢相關於行政會議成員酬金削減的修正案呢是只得5条。而且呢他們提出的情況呢是很得意的。例如梁國雄議員在修正案編號13，他是以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1092萬。咁呢個數目呢係削減大約於相當於13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係唔包括召集人酬金嘅全年預算案開支㗎。咁我就話點解係會削減13個成員呢？跟住另外有梁國雄議員呢亦都提出削減7個成員，同埋陳偉業議員呢係提出削減2個成員。其實大家知唔知道行政會議有幾多個非官守的成員呢？我想很多市民都不清楚，甚至乎是在這裡我們負責批錢給行政會議成員出糧的議員呢，你找記者出去捉住一個個問呢都未必知道。現存的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呢是有16個，其實之前呢如果加上林奮強和張振遠呢就18個。那我希望稍後發言的時候呢，例如梁國雄議員呢可以解釋一下為什麼是削減13位行政會議成員呢。其實過去呢就會是用那個方法，就由16位、15位、14位、13位咁一路遞減，又或者從佢嘅月薪12個月、11個月、10個月。咁但係今次呢各位議員都係克制咗啦，就冇將佢削減到呢係咁瑣碎。咁但係點解係13、7同埋2位呢？咁我都希望各位議員一陣間聽我講嘅時候呢亦都可以諗一諗，即係如果只係削減2位行政會議成員，究竟係邊2位係眾望所歸冇得留低呢？定係其實唔係針對人，而係針對行政會議嗰個架構。因為我哋而家見到其實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有幾多少人呢？真係冇一個數㗎喎。即係少兩個，個行政會議係咪會運作得差啲呢？一定唔係，可能仲暢順啲添。所以而家少咗林奮強，少咗呢個張振遠，係唔會有替補啊，即係補返落去，或者你可能講話冇人肯做，冇人肯上船啦。咁但係由此即係見微知著，就知道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嘅人數呢是不是一個僅局僅數，就算削了一半削了7個，我相信也不會影響這個行政會議的運作。所以我希望呢是各位議員是慎重考慮支持，在這幾條修正案裏面呢是揀選你覺得應該削減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的數目，而是投下你的支持票的。其實關於行政會議過去一年的罪狀呢就罄竹難書啦。最簡單大家最新鮮滾熱辣諗起嘅一個行政會議罪狀就係、是、今年喺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核2014-15年財政年度開支預算案嘅特別會議嗰度，其實陳家洛議員呢佢已經之前呢係做咗一個書面嘅質詢，嗰、那個書面質詢呢亦都唔係好刁轉，唔係有心去刁難一啲咩嘢，是一些很平鋪直敍要拿一些數字的啫。他上半題是問每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的津貼開支究竟是怎樣。其實我想很多香港市民或者議員都未必知道，其實行政會議非官守召集人呢他一年的酬金呢是134萬，其他非官守成員呢他的酬金呢是84萬。咁呢一個分別呢其實我去年喺發言嘅時候都提過，政府呢係說服唔到俾我哋點解行政會議
召集非管手召集人佢嘅酬金咧要有一個大幅嘅，即係比其他成員咧係多嘅。咁呢84萬其他成員咧，咁我都要講公道説話，如果係兼任我哋立法會議員嗰幾位咧，就要打折，即係打折出糧嘅。咁所以請佢哋咧就抵啲嘅。咁呢個唔係重點啊，酬金呢個數字唔係重點，個重點係問過去兩年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及每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行政會議出席率為何嘅時候，啊，呢個答案咧真係驚天地泣鬼神啦！根據嗰個原文啊，佢答覆就係，我們沒有統計各行政會議成員的會議出席率，因此未能提供有關資料。這個是書面答覆。咁當日當然提出的議員是不滿意這個答覆啦，所以在財政預算案的特別會議的口頭質詢的部分，亦都是提出，再一次提出，即是為什麼會沒有這個出席率。行政長官辦公室常任秘書長劉炎回覆其實都是同樣的講法，就是沒有統計過行政會議成員的出席率，所以呢就未能提供相關的資料。行政會議為了要讓成員得以暢所欲言，向來都奉行那個是保密制、集體負責制，這兩個制亦都是導致我支持要削減行政會議成員開支的一個主要原因來的。所以呢會將會議的內容或者其他成員在會上的言不會呢將是會議的內容或者其他成員在會上的言論是公開的，即這個就為之呢是保密制。因此呢當年呢前政務司長唐英年在選舉論壇的時候指控梁振英說曾經在一個會議提出用防暴隊鎮壓03年七一示威以及紫竹牌商台三年呢，就被指是違反了行政會議的保密機制。其實呢在上任特首曾蔭權當政期間呢，曾經亦都媒體向政府查詢行政會議成員的出席率。當時政府呢就不是說沒有統計的，當時政府的答覆是政府以行會保密制為由是拒絕交代。須知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全部都是非常之重要的政策決定。行會保密制的原意是要保障行會成員暢所欲言，然而保密行政會議成員的出席率就達不到這個作用，我們絕對覺得。當其時呢政府答覆呢講咗好多無關痛癢嘅嘢，話唔知呢行政會有時呢討論一啲政策嘅時候呢，有啲相關利益嘅議員呢就要避席，就唔喺度，就唔可以喺度。咁你咪報告出嚟俾我哋知囉。咁點解因為咁而你就唔去統計嗰個數字出嚟呢？咁樣係變成保障行會成員白支公帑，兼且可以偷懶。因此上屆政府在處理行政會議成員如何向公眾負責方面呢，我們已經覺得是做得嚴重不足。本來我們想著梁振英政府呢就會有所改善的，因為大家記不記得梁振英初上任的時候呢，他是煞有介事說要改革行會制度，並在首次行會完成上午會議之後他會見記者，他主動提出改革行會，包括未來如果有需要的時候呢，行會呢是將會開會時間是由半日延長到整日，延長到下午4:30，給人感覺好像很勤力這樣。暑假可以由8至9個星期的假呢是縮至2個星期，以樹立呢是新風氣。但這個又是梁振英的即一向做事作風了，即講就講到大大都得，但做不做到呢？很簡單，早前梁振英創下因為沒有議程是暫停會議的新猷，是創這個歷史新猷，就可以證明他是講一套，是啊，開到夜晚都得，日以繼夜，夜以繼日開行政會議都得。但你有沒有這樣開過呢？你還是可以不開的，因為沒有議程，怎會香港沒有大事發生，沒有事，沒有政策要討論呢？估不到呢，現在竟然行政會議是連成員的出席率呢都可以說沒有記錄。
但是這是否事實呢？這個不是事實，代主席，你知道呢，我們在那個書面質詢拿不到答案，在當面質詢特別財委會拿不到答案，但是記者最多幾天呢竟然是拿到答案，那就證明本會的功力那個威力是不及記者。最後不認不認還需認，不公開不公開還是要公開，那就答了那個出席率出來了。那大家有留意新聞都知道，出席率最低的行政會議成員是李國章，會議79次出席了48次，出席率是61。當然後來是有一個注腳的，是說因為低出席率的原因，是因為李國章是要照顧患病的家人，事先已經向行政長官申請休假，在休假期間他是停薪留職，即是沒有出到糧的。那我覺得這些其實是一些事實，不是一些什麼秘密，絕對是可以向本會交代的。所以王國興議員，你說我們開了多少次特別財委會，問了多少千題題目，一個這麼簡單的問題我們都問不到的答案回來，其實是這個行政長官辦公室向我們立法會是刮了幾巴，他現在是答記者是不答我們。咁李國章嘅情況大家接唔接受同唔同情，我唔喺呢度辯論。咁但係我哋發現呢，其他行政會議嘅成員呢都係有一個嚴重嗰個出席率係偏低嘅問題。譬如第二位呢就查史美倫，79次會議出席咗63次，出席率係僅僅呢係足夠80%。周松剛79次會議出咗68次，出席率呢係 86%。呢啲我覺得要向公眾，你說這個出席率是高定低合不合格，這個留待公眾評論，留待議會評論，即是各位議員，你們一會兒如果因應行政會議成員薪酬的削減發言的時候呢，可以發表你們的意見。但是這個作為一個秘密，是不給本會知道，不給我們財委會知道呢，這個是天方夜談。我覺得好的，我們要讚的行政會議成員出席率最高的那個呢是張志剛，100% 出席率，真係即單站喺呢度我哋係要讚嘅。其實香港政府呢經常做出一啲係違反常理違反常識嘅做法，高至我哋嘅特首辦，高至我哋嘅行政會議，竟然都係咁樣做。梁振英表現，梁振英政府表現為甚？我再用少少時間同前朝政府去比較。東方日報曾經在2011年向曾蔭權政府查詢行政會議成員出席率，政府當時以機密為由拒絕，他用的理由是所謂行會保密原則。但是上年的時候，立法會審核2013至14年度開支預算，有議員問到行政會議成員出席率的時候呢，當時梁振英政府的書面答覆呢，他又不是用保密，他說我們沒有統計過行政會議成員的會議出勤記錄，因此未能提供有關資料。這個是有分別的，保密是他 有記低有統計，不過我不告訴你知，因為某些原因。但是梁振英的答覆是沒有數到，他行政會議的出席一定在會議記錄 有寫低，有沒有發言有寫低，但是沒有數到。假如政府是沒有講大話呢，梁振英是成功爭取取消行政會議點算出席率這個做法，即是為何曾蔭權時代要數要計算出席率，不過出席率就鎖在夾萬不告訴你知，梁振英說不用計算的了，不用數的了，由他。市民聽到這裡唯一的常理就是這個機密是什麼呢？這個機密就是可以俾佢偷懶，浪費納稅人嘅血汗錢。嗰度有幾多罐豆豉鯪魚，幾多罐午餐肉，我唔喺度詳細同你計啦。其實行政會議成員、非官守成員酬金嘅開支，2013至14年度咧係13425000個預算啦，但係真正咧就少咗嘅喎。